有嘛嘞？今天晚上做节前跑马中没跟你们呢，谢就有阿了啦。节前嘛，已经考虑跟你们呢，先呐，先通过看这些人那样，别都给有阿嘞，什么呢？跑马已经考虑个动画的哪呢？今天当大姐，公婆把个爹娘领拿完了，今天公路解决，家己种淘宝种阿嘞。那或者说有的人呢，他其实寿命可能是有这个障碍，那么没有办法这个很长命的人，但是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法呢，能够寿命得到增长啊。那过去很出名的一个公案一个故事呢，就是噶举派的一位祖师叫冈波巴大师，他当年呢在可以说皈依佛门之后，他一路开始精进的修持，到他42岁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就做了很多的梦，那一晚那他其中就梦到说有一个空行母视线来告诉他说你只有3年的这个寿命可以活了。那他隔天醒来之后，他就想，哎呀，那我只剩3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好好度过我这样的3年的生命呢？那他就想说我应该全心的去修持去闭关修持。那当时就是他可以去到云游，就到各个地方去闭关修持。但他也想在修持之前，他应该要找一位医治一位上师。那那时候很出名的一位上师叫做哲巴善知识，也叫哲巴格西，他是噶当派的这样一位大师。见了这位哲巴格西的时候呢，那哲巴大师也很高兴的看到说，哇，冈波巴大师啊，你真的是一位很特别的一位大师，这么有学问跟修持，那你一定可以利益无量的众生。但冈波巴大师一听了之后，他说，其实呢我没有什么时间了，因为呢空行母受记我只能再活3年，所以我要去闭关了，我不能够去利益众生了。这时候哲巴格西呢，他一听到他就说，哦，你不用担心，因为有一个法门叫做白度母如意轮的法门，如果你好好修持的话，一个人寿命再有障碍，他都可以寿命得到这个增长的。所以公案历史里面记载，冈波巴大师他接着就得到了这个法门之后，他也修持这个法之后呢，他就活到了88岁。天呢大天呢天呢上的接冈波巴呢上的阿朗说他就几个马刚从拉塔呢他的各级的先生都是跟别拉玛人巴弄的那么接把我已经过了个年龄了呢故事别身心家庭家前不能他天天哪有啊这啦提前哪我让说他们去给你们先给你哪样的几天给小娃中的身心忙不了朋友都把这样天天的话也哪样的这人话的高铁给有啊这啦这人话是不是的啦但就看这些年龄些呢也让看这些了天哪嘎嘎的些呢他们已经过了了天哪嘎嘎也不知道哪天天这一幕都做了个事儿多了爸妈已经过了个年龄了这一幕都难得过了的。所以这个法呢就一直传承到我们现在所以当时从冈波巴大师一路传承下来，可以说我们叫实修传承，就是噶玛冈仓这个传承呢一直下来。那我们看到噶举派里面噶玛冈仓这样实修传承的所有过去的祖师呢，他们都依止这样一个白度母的本尊呢为主要的修持之一，所以他们也得到了这样的长寿，而因此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如果各位是想要更好的修持，或者说事业上来讲，你真的你的事业是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因此你也需要寿命的这个增寿延寿的部分，那最好的一个法就是白度母如意轮的这个修持了。妈妈哎呦不你也行不你也行那虽然那么大得几了过个月了但你就当个这人不就那样的这通通就那样的但你得几种龙结过个月了这也不给军政的看得见这些呢但你绿没得话筒山没得话筒小娃浪了门着我拉手把没些看不拉这把钱忙不经营忙不这种呢但是你的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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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接着呢，咒语的第二个提到的是，我们也希望杜母能够赐予我们的是什么呢？叫做布涅。布涅的意思呢，也就是福德或者说喜乐啊。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管我们说寿命它是长还是短，但如果说没有福德或者说没有喜乐，换句话说，如果身心都不健康，或者说有充满了各种的痛苦，或者说世间上事业上各种的障碍逆缘总是不顺的话，那么再长寿它也是很辛苦的。所以呢，在这里你世间的事情也无法能够成就，或者修行呢也会障碍很多，所以最好的一个本尊帮助我们消除各种这些障碍，事业能够顺利，或者身口意都能够得到安乐啊。所以我们祈求白杜母，所以这里叫布涅，就是祈求杜母赐予我们的福德喜乐能够圆满。他这个你不但你把的小农朋友做不白了给他不了你不但送把他看的人生啊단다히랍던이히벨구가요아래히랍던이히벨구가님보라가리숨가요아래센자나숨가요아래라다테라깝깝라산스크리기기란자나세나베키트주르가없을라이히라주르와다테네프라자나소나히라라주르와래라다테히랍던이히강이나야我几把拿不进来，他跌了，没跌了，车人不也把他，天天提醒他，虽然平常做不也那样，第一个这个月的微信呢，这些呢搞不懂怎么来的，这些呢这个单个月嘛的，刚跟单个月嘛的，这些呢一些平常做不也个个月的，其他平常做不也个个月的了，其他平常做不懂，一些平常做不的。이람제라칸라테나룹토바용기요아레세나파마이긴콜루기냠레세나히라톤이히푸슨소바데펠토바용기요아레라다티처나탄다지팅게샤와룹네라인푸슨소바룹게조세세나야테네카레구기요아레세나조히라푸슨소바구기요아레대전도담배추게냠린세네라인게테니흘린짓바제두발아카리구게요아레세나히라톤이히푸슨소바구게요아레라준세티처나탄다냠린세베가솔라카리구게요아레세나테니투피히라톤삼베히라톤곰베히라타데나테니네갑제데다요두토바타타르투근데보요토토바인베처나天天谈的，你那些谈多了呢？哎呦，西北这风声做不当，天天半夜西北说那风声做不当，你那西北一些风声做不得，他提什么的？让那古北个我不风声做不，天天风声做不热了。特别那个他，哪怕嘛已经过了了，说话他古巴人不讲嘛，他提什么的，说早他古有话的是，哪怕嘛已经过了个早他古有话的啦，就是提什么他大理个告诉爸爸啦，怕嘛已经过了个，你们那就讲话的别，搞不上不讲话的。刚刚讲了是第二个叫做福德跟喜乐，那么再来我们还是修持道路上也好，世间上也好，我们还需要的一个特质呢，就是智慧，有的时候也叫做本智哦。藏文是一个叫歇绕，一个叫野谢。那在这里来讲，它的咒语里面就是加纳，所以不捏加纳，加纳它指的就是智慧。那在梵文里面，有的时候翻译成藏文的时候，加纳会翻译成野谢，就是本智。那么有时候
巴日加那就是另外一个梵文的话呢，它是翻译成为希绕，就是智慧。但无论我们叫做本质也好，智慧也好，那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指说我们需要有这么一种智慧哦。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有了长寿了，延寿了；第二个福德也有了，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就够了吗？这样已经算很不错了。但是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需要的是智慧哦。那么能够帮助我们真的具备的智慧的修持，开启智慧的本尊是什么呢？最主要也就是白度母。那么它帮助我们智慧，这里指的是世间上也好，你要利益自他的时候的一种智慧也好，或者是你在修持佛法上的时候的一种智慧也好，这时候白度母它都能够帮助我们开启这样的智慧。尤其在修持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我们说三种智慧：听闻、思维跟修持的智慧。那么有了这样的三种智慧，就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暂时的这种快乐也好，同时就近的解脱快乐也是能够得到的。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加纳。所以以上总结，这里就是说祈求度母赐予我们的呢是有三个，一个是阿耶就是寿命，不涅呢是福德，加纳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法祈求白度母帮助我们增长这三种特质。所以这一次我们一起共修这个法，同时念诵这样的一个咒语，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랑랑소수가결계된다듣나요다때라때네체프라진풍성소바용기요아래라옛날풍성소바세나요때라때네용기요아래준생티체라나뿌팅코르예소하세나다티섬든듣버줄제세나다티섬든듣네롱진저태니타르섬바용기요바제다세진몽볼라펜토기요바제다다때라때네가지세리팀와고마셈바동지지정제진봉마드마이긴콜루기냠린나네틀레체버진도드네예예테체버진롱단푼섬조바동옌단푼섬조바댐바동생진게단자쳔보정요와레라대중의그중생가르레세나봉마이긴콜루기냠린나네중의그다로주텐데망보요와레接着呢，咒语后面有不辛咕噜索哈，那这一整段的意思呢，就是祈求度母呢帮助我们真的得到，或者说我们的寿命也好，福德也好，智慧也好，真的都能够增长，能够成就哦。那为什么说这三个要具备跟成就很重要呢？因为具备了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你就真的能够很好的自利，也能够广大的利他。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是我们说一个修行人自己需要具备这三种特质，从过去的祖师、历代祖师，你会看到他们利益众生的事业是那么的广大哦。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有修持这样子的一个白度母的法。天天贴啦，念巴达维格，每个人告诉啦，菩萨戒、三古巴戒有阿赖啦。念巴达维格，每别告诉啦，托巴卡里萨格尤阿里谢那，唐哈玛梅杰拉，他古拉爹爹娘娘也不尤阿里，罗中格过了边开巴尤阿里，烟天钱不尤阿里啦，他罗中格跑出来也不也不啦，天呢，他爹了古拉杰森多么个，当我爹了爹子，托巴达沃当，提什么达沃杰萨的。대커요말에다티그코랑로중그명어던대신갈단다보지로근도선배게드니토반다보지성유아래라드니대니버도대다부토바대니버도살구바진도대갈침본도당아랑소가성로동가서라까까라텐데게토반다사나야하고그요말에드니대게토바대살구그래선바진다른티토바대가래진중거여보다토바대가래진살토바용거여와래토바대기짱매바대기준생간대인바래티코어드제이효나송송那么
接着我想谈一下在持诵这个杜母的观修跟这个咒语的部分啊。那么这是因为过去呢有一个人他有提出这样的一个疑惑，那么他自己这个人也是很好的修持者，那么他尤其在修心的教法上，我们叫罗众，就是修心的这种。